泰安九年，大兴风雨飘摇。兴文宗为摆脱宦官的控制，策划夺回皇权。相爷，宫里出了大事，裘公公正带着神残军到处抓人，你得赶紧走啊！这条密道直接通往城外，王大人，赶紧，您小心。开门！开门！快走！有马，在。王阳在朝堂上反驳过本官多少回？六回。以一成百，那就凌迟他600刀吧。是。裘子良，历朝历代宦官擅权，哪儿有一个好下场啊？为震慑百官，裘子良命人将王阳尸身带回闹市腰斩。殿下，这有个活的。正月4日，兴文宗驾崩，其弟齐彦继位。